大哥、啊、所以你有什么款的动机，让你想要买咱的产品？啊，就是目睭拢会疼啊，对，会酸会烧安尼啊。咱即摆拢电视啦、手机啊啦，安尼啊，佮本身年岁有目睭就退化的，唔则去买即个。哦，了解。啊，你用了你有感觉有无？感觉就是有较好啊。嗯。啊，就是唔免佮点药啊啦，差别。伊早是一工同少人爱，伊个药拢点四届嘛，对，一工点四届，一工拢点三届、四届安尼。哦，安尼。啊，点都无效啊。嗯。电话伊个药啊，拢内库存，我药啊都无在啦。嗯。无伊个，你看有知个根部都，因为伊个内面有写明，你甲查就知影。哦。啊，根部你都会惊。啊，你差不多在用偌久啊？用咱个产品？差不多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吧。这两个月就感觉有无同啊？就。应该差不多。就第一天就有啊。差不多十。第一天就知影，但是你要自身比较有感觉，应该差不多十天至半个月啦。搁早起爬起来，目睭拢袂安怎安尼。嗯。哦。啊，但是家己嘛是用望用嘛是爱搁家己目睭爱搁迄落啊点，你袂使讲啊，即马有较好啊，就一定。对对，用对，这个保养同款。啊，你安怎使用的方式？你一天安怎用？感到。早起用一届，暗时用一届，安尼啊，就是一届热敷，两届冰敷啦。啊，你敢会甲人介绍咱的产品？本来嘛是爱家己用用的好，用了若好，唔只会使共介绍，无你即摆用了若无好，我白共补贴。哦，你安尼是老实的消费者哦，我爱用足久的，才有遐咯。有效才会使共补，你若无效，唔好共补。嗯，对，了解了解。有当时啊，唔是了钱，佫浪费人的时间。